王参将，我等闯入禁地，帐下兄弟死伤走散，前方诡异不明，不如等兄弟们会合以后再行前进。恐怕来不及了。如今蓝将军身陷牢狱，不惜违背当初的誓言，将公子托付于吾党，就算我身陷异人，也要闯一闯。可是，事关公子性命，就算一死。 兄弟们，多谢白虎大帝恩典！谢白虎大帝恩典！将军，快走！快走！
让开！这房契如今可是我黄金眼的，不姓周了，给我上！风水轮流转。没有这东西，散！怎么了，大哥？我以为什么跑，感情就一破勺。这叫司南，过去用来指路的。东西嘛，有那么三分骨子，不过这底座没了，光剩个带把的，也吃不了几个大子儿啊！啊，得嘞，爷。周大少爷，你小徒弟了，是吧？周医生，你们老周家当年挖坟掘墓在道上也是有名有姓的人家。挖球摸金出三分，口中陆籍第一人。这周老爷子消失才短短两年，这家道竟如此破败，你在耍横就不对了吧？你想干什么？这些东西不是死气，哎呀，他们家还有什么宝贝啊？有宝贝能当主？周家过去也是道上有名的人家啊！你看看现在弄的这步田地。难道这是父亲留下的线索？石牌呢？石牌是我们周家祖辈留下的唯一信物，代代相传。你却不知轻重，取出玩乐。孩儿知道错了。你还记得为父跟你说的，这石牌上写的什么吗？蛟奢含怨恨，谁念陶鲁君？山中水边月，独取寿长生。你要牢记此石碑，并供奉于祖先牌位旁，非生死大事不可轻动。石牌上的这几句话难道是山中水边月，又像某个地点？难道赤斑已渡，驴身守时。
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白菜价，白菜价来！哎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刘布，瞧一瞧。这么说吧，我老白卖东西绝无假货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有假，我这手直接剁下来赔给您。看看，看上面这字儿，未央。什么意思啊？未央宫啊，那大汉朝的皇宫，这是妥妥的汉瓦呀。正所谓秦砖汉瓦，值老鼻子钱了。瞧瞧，你看，上面是不是有红色的印记？未央宫的瓦砖自古都是青黑色的，却出了一片红红火火的瓦当，你说您这上鬼市砸场子来了？姑娘，您啊，这个是打家劫舍的架势，我告诉你啊，得，算我倒霉，出门没看老黄历。这样，我给您瞧瞧这个。你这石牌哪来的？谁卖给你的？怎么样，这回是真的吧？我刚才就试试你，看你懂不懂行。我问你话呢，石牌从哪来的？反正是别人转手卖给我的，花大价钱买来的。什么时候卖的？好像上周吧。上周？这石牌还在我家牌位旁呢。喂，这我家祖传的。是不是你家祖传的和我没关系，上周在不在你家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现在是小姑奶奶我的。龙书篆体，这个石牌1000大洋吧，我买的。你这身上哪能装下1000大洋啊？再说了，我不跟日本人做生意。把石牌还我。我只是告诉你一声，没和你商量。你若不识抬举，休怪不客气。怕你的镖快，还是我的枪快？有枪！左木君，恃强凌弱，君子不为。拿到石牌就可以了，不要节外生枝。冰田先生，您这个和事佬当得可真有意思。我们因仰慕中华大地的文化，所以来到这里。我们是学者，不是武夫。年轻人，你面色暗藏黑气，乃中国相术中的濒死之相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石牌，我的石牌，一会儿再说。牛，哼，不把他逼上绝路，他是绝对不会出手的。
咱们就来看看守株待兔。得了，冷吗？不冷。稍作阁下，石牌已经发好了。找人看看，仔细观察石牌上的虫书篆体，看能不能找点线索。嗨。怎么了，陈大军？稍作阁下，您和冰田先生的关系是否需要缓和一下？他只是东京帝国大学派来的技术顾问，虽然司令部看中他，但要记住，一切都要听我指挥。我才是本次驻扎中华民国寻找宝藏的指挥官，还怕他区区一个冰田不成？嗨，记住，我们此次来华的目的是找到白狐大帝宝藏中的寻玉器，它能聚集光子，产生持续的能量源，推动整个帝国军工业的发展。那是我大日本帝国将战无胜。嗨。请试一试。蠢货，险些坏了我的计划。少佐他确实是有些过分。无妨，不过是一介武夫，他是想从我这儿获得虚奇的线索。有消息说少佐找了个支那人为他寻找虚奇，我担心他会在先生之前。Thank you.
蠢货！他不是带你们进明朝将军墓吗？周老头把我们带入乱坟岗，然后就借机跑了。跑了？你们这么多人，连个老头都看不住，全是饭桶。不过他在逃跑的时候中了两枪。肯定是父亲。中了两枪？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功夫才找到周家后人啊？我和包养简直死要见尸。别动，把手举起来。咱先在这躲躲吧。你们俩胆儿挺大呀，满铁锈啥刻意敢闯。还有你刚才拉我妹手什么情况？哦，姑娘只是拉着我去躲一躲。你不用跟她解释。松丫头。我叫白春城，她是我远房表妹。哦，在下周云生。发秋摸金出三分，口中录籍第一人周云生，传说中的摸金校尉。没错，在集市上我看到你的摸金标了。哎，兄弟，我们可是裙带关系啊，一条链子上的，你们产货，我们出标，驴山白家镖局知道吧？你们是驴山白家的？嗯，家父曾经提过，驴山白家镖局历代人才辈出，是江湖上有名的文物庄家。这倒不假，我们白家祖先全都出自驴山，虽早就迁出山中，却不敢忘本，全都尊白狐大帝为守护神。哎，对了，周大哥，听那个日本人说你家祖传的石牌和白狐大帝有关。你们都知道了，那我又不需要隐瞒了。两年前家父出走，为了就是调查祖传的赤斑之痛，我在家无意间发现他留下的线索，于是便决定前往驴山，一是为了调查家父的下落，二也是想解开身上的赤斑之谜。没想到今天刚到这儿就发生了这么多事儿。不过谢谢你帮我从日本人那里拿到石牌。哦，难道日本人在打白狐大帝的主意，要寻找寻鱼旗？那我可真就不答应，好歹我们白家祖先也受过白狐大帝的恩泽，有我白春城在，他小日本就别想阴谋得逞。周大哥，云山我们比较熟，要不你带我们一起吧，这样咱们彼此有个照应。嗯，也好，我刚才偷听到日本人提明朝将军墓，这是目前唯一的线索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看看。嗯，有。绝世宝藏，我就说吧，这周大少爷宁可变卖祖宅也不出手，大老远的跑到东北发丘，合着是想干多大的呀？来，兄弟别误会，今天我好歹也是干过多年拔眼的行家，然后啊，合作一行，摸金一行，道义有。你的为人家父提过不少次，你说合作就合作。你脸怎么这么大呢？爷这脸是不够大，可是这四处搜寻的日本人呢？那就先加入我们，不过你这是跟班的。哎，你们几个回客栈等我。
合在一块。属下的真诚失败，请稍作发现，属下即刻去追。乌云盖月，瘴气弥漫，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！周兄，这是去往将军墓的路吗？今天是朔日，看不见月亮。这也太不巧了。朔日，是一个月中阴气最重的一天。再过一个时辰是子时，阴气极盛，各位务必小心。找着了，果然有道童。娘的，还抢在我鸡爷头里。难道被日本人抢先了？是父亲，他们应该只是去探探路，只有我们周家人才有本事进去。那咱赶紧走吧。哎，等等，女人阴气太重，摸金下墓与人于己都办去了。啊，皇帝都死了，你还一脑袋穷讲究。行了，到底下不下？走开，不下。哎，哥。白姑娘，屋里危急四伏，建议你还是在外面守着吧。可是白姑娘，在这望风，如果过一个时辰我们还没有上来，你赶紧离开。好吧，朱大哥，那你们保重。你到底下不下？哎呀！果然不出少佐所料，他们若是挖坟掘墓的高手，定能将我们要的东西带出来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墓穴甬道一定错不了。史官，下一夜得留我一回了，开这个一夜我升官发财呀、啊！这棺材没有盖啊。真是啊，老子当年挖了那么多绝户坟，第一次见没有盖的胆儿，你邪乎。周兄，这怎么弄啊？哎，姓周的，你过来看看怎么回事啊。喂，别乱跑。不就一个破棺材吗？磨磨唧唧干什么呀？老子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谁都不惯着，一个字干就完了。你疯了？入棺材必有机关。机关个屁！老子不信邪。去！小心！
没事吧？没事。大爷的，他从今夜为何是让他训练？可以下来了。这破地方，真他娘的有机会啊！周医生，你不说就你们老周家人能进来吗？这么大的刀都是怎么回事？啊！哎呦！什么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哪儿都有。好像什么都没有啊！老子提着脑袋跑到这儿，连口渣都不给我剩啊！哎，你们看，这字念啥呀？土，土一点儿，是土的变体字。有时候为了和世子区分，很少见。哎呀，一个掉了脑袋的玉字，有什么好研究的呀？找宝藏吧。交涉喊冤恨，谁念陶鲁君？难道石牌诗歌祭肉的那个人就是他？谁？曾领兵在辽东大破北元，最终因恃宠而骄被诛灭三族的明朝大将蓝玉。他就是你的祖先？不可能啊！正史记载，蓝玉官至征虏大将军，最后在南京被皇帝剥皮显露，挫骨扬灰，早已尸骨无存。看此人的服饰，倒是更像他的副将，传说中的王参将。王参将我听说过，就是冒死带着蓝玉将军的遗孤闯进白虎大地陵寝的。可是诗歌记录的人是蓝玉，石牌却属于王参将，乱了乱了，到底谁是你祖先？是蓝玉，因为还有一个姓周家密不是人。赵云山，你也太晦气了吧，给你下来什么都捞不着啊，晦气。居然是白虎大帝宝藏地图，此乃我周家祖传秘法所写，必须要用鲜血涂抹才能显出自己。都别动，宝藏是我的，别动啊。你们就自求多福吧。不必追了。
少佐阁下，他们进去那么久还没出来，是不是有什么意外啊？要不我们进去看看。走。没时间了，再没线索的话，咱们得赶紧撤。刺骨文化？啥叫刺骨文化？这是一种深入骨头的长针刺青技法，花纹直接落在骨头上，等表皮上的针孔消失后，皮肤表面就看不出什么了。可为什么要把线索刺在骨头上呢？贪欲，或者报复。蓝玉如果只是为了救治遗孤，告诉王参将位置即可，何须还要刺骨文化多此一举？看来他也是打算留下线索寄予圣石，又或者想在死前把信息留给朱元璋。你想，如果你是帝王，你会放任如此宝藏吗？不能，明朝历代王侯都青睐驴山，百般求长生而不得的感觉，原来是……雨山。蜡烛快灭了，地图马上好，再等我下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快点？我求您了！现在木门被封了，盗洞也被死胖子堵死了，我们还得去找出口呢。大哥，
少佐阁下，根据我们的情报，他们很可能去了白家镖局。周大哥，好点没有？我没事。周大哥，你别见怪，为了谨慎，我找人调查了黄金眼，证实他和日本人没有什么关系。不过在那个旅馆中找到了他的手下，从他的手中拿回了你的房契和瓷勺。现在人死债消，也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白姑娘，谢谢你。有的时候想想，不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。为了你信的事情。我信的事情？嗯，你信什么并为什么？我信的事情好像还没有找到吧。怎么会？你跟白春城对你的亲情你不信啊？你的未来你不信吗？还是你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？也许吧。如果可以，我下辈子愿尽情的信一次。白灵，快来帮忙啊。来了。你的贴身衣物我帮你洗了，别介意。这才几天啊，你就跟姓周那小子眉来眼去的。哥，我哪有。我可告诉你，白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咱们这次不赶紧趁机捞点，大家都得回西北方。这里是白家大院，还轮不到你们日本人来撒野。你们果然都在这里，都给我抓起来。这件事情跟白家无关，你们要的是我，只有我可以带你们到墓里。周云深，你们中国人还真是儿女情长啊！给我上！哎，左木，不可！冰田先生，你为什么要救这些人？左木君，我一直对你说，我们不是惹事而来。现在，把你的人带走。左木君，你既然已经知道他们是找到白狐大帝陵墓的关键，为什么不在他们成功的时候再动手？我们都希望尽快找到徐琪完成任务，但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说呢？春城哥，
果然找到了你要的那几只毒虫。在迷地里找到这些毒物们，再加上八角、茴香、山桑子、香茅，还有樟脑油，一起碾碎捣成粉末，这新鲜出炉的驴山香就够那些识别毒虫们受的了。果然还是白家精通药理，才一个晚上，我的伤就好多了。那是，我们白家的秘方可是数一数二的。这次我们去驴山，不仅墓里有识别毒虫，还可能会跟日本人交手。你们俩要不要再重新考虑一下？嗨，周兄，好歹我们也是白家后人，现在日本人虎视眈眈，我们自然不能袖手旁观。咱们呢，也算一起闯过鬼子窟，相互救过命的交情。眼下就是先要找到伯父和保护宝藏，好吗？就是的，周大哥，你别多想了。这样，咱们赶紧收拾收东西，明天一早出发。冰天先生，这是线人提供的最新情报地图。这张地图标记了寻找白狐大帝陵墓的关键地点。如果顺利，可以发现进入死人湾的入口。后天一早，他们将出发前往吕山。好，有了这张地图，我们就更能准确地找到徐玉琪了。这是按照您的吩咐收集的。好。左木那里我已经控制住，相信在出发之前不会再节外生枝了。那就祝你们一切顺利，我会在后面接应。先回去吧，要多加小心。进来。哦，左木君。冰天先生，您啊，久居中国，我专门给你带了一点故乡的起源抹茶，快来尝尝。哦，确确实实是家乡的味道。先生请。你冰天先生偷偷地找到了能找到荀彧奇的地图，若非我无意听见，恐怕先生无心把它交给我吧。看来查理这点伎俩不足以让我回到故乡。关东军的毒药我还是早有准备的。为引我入局，不惜受毒。先生，何必呢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听说左木君在关东军里是第一武士，不如咱们到外面找个宽敞的地方，如何？
此门。驴山环境特殊，地形险恶。四谷地图上，似乎陵墓地上区域的入口，就是死人湾的入口。传说中上古时代，驴山没有什么湖水。从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来讲，陵墓的地上部分，应该就是毁于上古大地震。所以，在地震之后，地上塌陷的部分，就形成了如今的死人湾。存在即合理。总之，陵墓区域的入口和死人湾两者之间必定有关联。眼下，只能从标记出的观察点，找到死人湾的入口。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切，那你这样看着他干嘛呀？去你的！哎，好了，赶紧走吧。原来多黏我呀，现在见一个爱一个。这里就是刺骨地图上标注的第一个观察点，也就是寻找死人湾入口的关键。我不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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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行了。哎，我说，放眼望去，丛林一片，你倒是指个明确的方向啊！堪舆口诀不多传，寻龙认祖看监远，一起一伏无断续，辞楼下殿降山峦。内气萌生，外气成型，内外相成，风水自成。白狐大帝乃狐妖之祖，寻于其成于天地精华，始祖专需，更择此长眠。唯有这片区域方能承载。周大哥，周大哥果然名不虚传，至少缩短了三分之二的面积呢。那是，那是有个屁用！你这不就是把大海捞针变成了大海捞棒槌吗？你行你上啊！行，反正你俩现在是一家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看来这个医治的地方，走，走了走了。走，又走啊？身中两枪还能活着，这命真的挺硬啊。你是中了赤骨之毒的周家后人吧？原本我的目标是你儿子的血液。云兄，他怎么了？唉，你们父子真是没缘呐。想必你是算好了，打算在必经之路上碰到周云生吧。
奈，你遇上了我，这就是我们的缘分。有了你们周家的赤斑之血，那个赤狐将军不就不再是阻碍了吗？罗盘反应越来越强烈了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不应该啊，我们已经穿过了死人湾，也就是穿过了陵墓的地上区域，这里应该是最后的入口才对啊。你们看，这里人工斧凿痕迹明显，应该就是通往白狐大帝陵寝的甬道。走走走。小心。这画值不少钱吧？这骷髅头完好无损，这墓室应该无毒也无暗器吧？这血肉除了腐化，还有可能被吃了。士兵。是士兵，走，快！走了，走了！一二三，一起按的，一二三。
行，对啊。去了。这可就是传说中的光明之石，这些就是周天子封为圣物的寻玉旗。太壮观了，这就是白虎大帝真正的陵寝。不，这里隐藏着中华文明始祖的信息。你们看那些黑石是什么？黑石有啥稀奇的？回头去鬼市给你整一块。好像寻玉器在加速吸收光芒，屋顶的黑石居然能制衡寻玉器产生的光束，这些光顿时爹，爹，你的枪伤好了吗？啊！为什么要如此的愚弄我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眼见诸相，非相则见如来。陛下幻境，
困住我。你是谁？我爹呢？我乃白狐大帝主下，你父亲已经死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你为什么要这般折磨我们？要不是来解除身上的尸斑，我们父子怎么会阴阳两隔？吾等屡试三番，同仇尚知此一计。当年的云游难道还不知耻吗？家族遗毒，代代相传，纵是先祖背信，可儿孙何干？倒是你，空有神力，却自求于死。眼下，日本人对荀彧虎视眈眈，你又在做什么？他的法力不该如此，他只想阻止我们，并不想伤害我们。你也没有杀我爹，你的眼神里没有杀气。当年白狐大帝协助蓝玉剿灭美人，换来他保守荀彧其秘密的誓言，不想蓝玉竟暗自在王才将身上留下刺骨文花，不知罪过，释放宝藏，惹得世间窥探嫉妒。那我身上的赤斑，周云生，万物皆因果，蓝玉违背誓言，混蠢必罚，所以被诅咒。但你们父子未解遗毒，保全家族，冒死闯入云山，担当立义之师，率众保卫帝陵，可称大勇。善人之语只是在发生，直面过往才是转折的契机。周云生，顺时局一席，光明至少，无缘之人不可相逢。守护帝陵封印秘密，你敢承担大任吗？万死不辞。眼下华夏之威，外无四月。世上之物本无主，有能者居之，何来逐鹿之说？华夏之人孱弱无能，难道连这妖神也这么愚钝吗？华夏之人已经撑不起中华民族，花开日本，延续华夏的重任只能在大和民族。报上名号，关西滨田。罪儿小国，也敢觊觎我中华至宝？莫欺我不知，你不过一缕神魂，守护千年，现在连这墓穴都走不出去，已经不复当年之威。不然，何必驱赶尸鳖？即便如此，也容不得萧小放肆。那今日，我便要。是神。自己的血在人类身上会变成赤斑，
赵云生，九泉之下，替我谢谢你爹的赤班之行。是你，你才是杀了我父亲的人，我杀了你。把魔金镖放下，不然我杀死你的心上人。把许玉琪装满包里，快！梁子，你任务完成得很圆满。是，冰田先生。白柳，他叫梁子，是土生土长的北海道人，经过关东军选拔的特务精英，得益于他一直暗中提供的情报，才让我们的计划进展得如此顺利。白家当初在东北四省势力颇深，但不愿意跟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。为了控制白家，他杀了白家远亲白柳顶替他，后来也为了引你入局，收买了黄金眼，窃取了你的石牌。但这个该死的太贪心，差点坏了我的计划，他也是死有余辜。卑鄙！团聚了！他大爷的！最开始只想趁机捞一笔，到最后，哎，以后打算怎么办？跟我一起执行白家镖局吧。不知道，再说吧。走吧。亲见此相者，当知无一辱华，唯此托亘古长存。寻于奇与黑石相生相克，前者吸收光明，妙用无穷，彼此聚集犹如太阳，不可暴力冲击；后者升起混沌，幽若虚空，致幻摄魂，可吞噬万物。此二者不可轻陷世间，以免生灵涂炭。大帝，我周云生发誓一定会保守这里的秘密，等时机到来，作为复兴中华的巨大助力。我白春城再次发誓一定守住这里的秘密，等待后来人。大帝说了，一切炸得犹如太阳，不可以暴力冲击。那咱们带他们晒太阳，然后用手雷。
干嘛？嘿，万一爆炸，你没跑出来怎么办？那你就告诉后人，徐一奇在这里。还给我！我相信这生命中注定，谢谢你，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好不容易让我做了一次真正的白领。我们都曾期待过那份真心，也曾经经过，不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。为了你信的事情。我信的事情？嗯，你信什么并为什么而活？我信的事情这次我终于可以尽情的自由。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，要在意。白柳，白柳，开门啊，开门，走啊。我爱你，没有，没有。是认真的决定，不需要太多的。说笑爱人真挚，沉默一种可能，演得下就吻，眼泪也该一起吞。寂寞当亲吻，再没多余的疤痕。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一个往承受，一个跟。太浪漫的灰尘，没有最应该那个人，只有辗转没赴约的黄昏。